你在干啥的这儿？你吃蛋糕啊？姐姐在干嘛？姐姐你在煮啥呀？你我在煮面条啊。你什么时候会煮面条了？我早就会了。哇，我都不知道耶，谁教你的？奶奶教的。太棒了，那等一下妈妈给你煎鸡蛋好不好？我可以自己煎的。哇，我发现你真的长大了，现在。婉儿，你要吃吗？婉儿，婉儿到这边来，快，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。这个是给妹妹的。妹妹能吃这么多啊？可以啊。哦，这个姐姐还挺好的，姐会想喽。那你们在家吃面条啊？妈妈先去忙了。又下雨，天天下雨。娜姐，这点子怎么办呢？又咋了？真的是，不想做了，做不了了，真的。天天说这个话题，有意思吗？我不来好一点，我来就听你这个碎碎念，都变成一个啥？你来了，我才有人跟我这样说，我跟谁说去了？对着墙壁说。大半天了，一点生意都没有，真的不想做了。不做了，做就不做，你以为我想做？老开，看看，干嘛呢？烦死了你！不做就不做了，一文两千，我才不缺那个嘞。姐，哎，你回来了，今天怎么又空回来呀、啊？我就是想你了，回来看看，你在干嘛？我准备煮这个菌子啊。哇，你找到这么多滑皮菌呢、啊？嗯嗯。哇塞！中午了，你吃饭了没有？我们是吃过了嘞。我不饿。要不煮点甜酒蛋给你吃吧。这是甜酒蛋啊？对，还有一点甜酒。哦，那好，我最喜欢吃了。我去拿鸡蛋啊。嗯嗯。耶，姐姐帮我煮最开心了。姐，只找了一个鸡蛋嘞，我想多煮几个。哦，没有鸡蛋了。我昨天在网上下单了，他们今天应该送过来了，等下去外面取就好了。哪里送啊？山东物流啊，我们这里还算近的，别人远的地方都送到。山东物流已经送到乡下来了。对呀、啊。这么方便。对呀、啊，水果、蔬菜呀、啊、日用品啊，什么都有上面。啊，难怪啊，街上都没几个人。难怪，哎，宇哥都做那店子难做现在。哇，太幸福了！等等，吃到姐姐做的美食，好想几个鸡蛋一起来哟、哦。好了吧？好了。我自己来吧，要不然。哇，你也再吃一碗吧。不吃了，刚吃过了饭。奶奶也吃饭了吗？吃了，都吃了。她去哪里了？她去鼓楼烤火去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不客气喽。没事吧。嗯。哇，好烫。难怪宇哥在店里那么烦，嗯，看来是我 out 了，嗯，好好吃啊，感觉真的是心情不好吃点甜食就很 OK 了，呵呵，嗯，甜酒蛋吃完喽。哎呀，这锅子太小了，我换个大锅。它慢出来是吧？嗯。那我回去先了啊。你那么着急回去啊？我有事。对。我有事先回去了，明天我们也去找。那好吧，你要是忙就会先回去。哦，那你跟奶奶说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嗯，好。
那我就应该写这个贴上去了。我这边也贴的。是。哎呀，娜姐，不用想太多了。不是我想多啊，我早就想通了。其实，我去姐姐家来，那个乡村物流都送到乡下去了，三个拉都送去了，知道吧？你现在才知道啊？但是你想一下，我们那时候转过来这个门面转让费的48000呀，我们现在能转几块出去啊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转出去。就是啊，你看我们一家老小，这么多人，而且又没有固定工资，没有固定收入。是，你这么勤快，有你在我想偷懒都不行，一起加油努力。姜呢？切好了。你这样的表现我还放心一点。这个马上切好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放心。我就怕你那老毛病啊。我今天改了，朋友们见证一下啊、哦！雨哥说他改了，真的。现在这么多事情，我想玩都玩不了。对啊，干活干活，拿糖来把它腌了。吃饭去。啊，你想好像好多天没回来吃饭了。就叫你打滚不了了。好菜，有好菜。雨哥、啊。还有个菌子，好多好菜哦。到家家哪？到了，去到了。去谁家了嘞？你看，好香啊！在家里吃饭就是香。哎呦，没事了。哎，就得不大了呗。大好不啦？再给你大不了。没不了，就你没了家。哦，这样。我看真的啊，这样。哎，那我大不了来，我太小了，你去家去。他那个没有说鲁莽大了呀，哥。大哥说压力嘛也管弄你。呀，慢慢都生俩生五个一回。姐姐搞你，你那你，你在干嘛在这？你武功。练什么武功啊你？练个姿。啥？你这靠医、哦、老爸老妈也支持我们把门面转让了，因为小孩这么大了，我们真的从他们出生我们都一直没有在身边好好的管过他们。现在依婷也到了一个那个叛逆期关键时期，4年级了，还有5、6年级哦，有点难管了是吧？要不我还是去叫你收工算了。啊，只要努力，哪里都有路，是不是？不过你样样都会做，什么都会，在哪里都一样啊。哎呀，不要不做，吃的好饱了。在家里吃饭就是香啊。全部吃完了，真的好。好了，白菜吃完就行了。我来收。你是吧？都在一年，我们一起来跟朋友们说拜拜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朋友们。